今天特别来高铁吼、哦、办理的快闪活动。那我们有新加坡的一个国际志工，跟丰隆国小的乌克丽小朋友，他们第一次搭配，第一次练习啊，传唱着那个新加坡的一个民谣《月亮圆》的部分，还有朋友跟当我们同在一起，那是非常一个快乐跟兴奋的事情。那我们希望让孩子来到高铁，可以体验这个快捷跟便捷的一个设备。谢谢我们这个云林建朗高铁站，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快闪活动。我觉得我们这次跟那个轮备一下那个丰隆国小一起小朋友一起来这边唱诵月亮圆，庆祝中秋的一个季节，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也让我们的小朋友啊，就是人生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我们非常荣幸，我们这次决心要过来。谢谢高铁站，还有谢谢我们所有老师校长跟我们一起来，爸爸妈妈也跟我们一起来，谢谢。